你脸色看起来不大好啊，知道自己要死，脸色能好看吗？你记住，我没有输给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自己，谁都杀不了我。
现在去哪儿？其实是一大片环状尸首，是我们唯一可以进出的。那雨林卫把这一片一包围，咱们是不是就完蛋了？没错。那就不应该选这条路啊！咱们当时就应该随便找一条路冲一冲，说不定现在就逃出去了。对外我们避不开雨林卫，我当然知道是绝路，但没有别的选择。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们是趁乱的时候逃出来的。我们看见这辆车，就把这辆车给偷了。
一定要听昌东说的。他说了，让咱们趁乱的时候逃出去。现在这种形势你也看见了，就算你去拼命，他也没用啊，是不是啊？走吧，阿哥。阿哥呀，咱们只有逃出去，才能有机会。打！哎，干嘛呢？我们偷这辆车的时候，这车上没钥匙，就在这个时候吧，突然来了一个赵关寿的手下，吓我们俩一跳，我以为我们俩就完蛋了呢。结果这个人不但没抓我们，还把这车钥匙给我们。这一路上啊，我就分析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咱们跟这人没交情。那你说他会不会是赵关寿派的？李青，哎，把镇山河借我用用。没问题啊。镇山河，还记得赵关寿长什么样吗？龙大小姐，我得先给你处理伤口，您这个手链儿，您得取下来，不然不好下针。包围住是水沼泽了吗？龙之小姐，是这样，已经包围了沼泽地的外围，但是我们看了地图，沼泽地纵深有十几公里，地貌十分凶险，而且那里的地表不留痕迹，实在没有办法准确地追踪到叶流溪的位置。出去吧。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了，叶流溪荒不择路，已经被困在试水沼泽了，那里是流沙堆绝路，他出不去的。大局还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这次抓到他，我要先废了他的四肢，再想办法慢慢杀他。但是这个试水沼泽很难进啊，要是派人探路的话，难免会有死伤。猛禽卫是黑市城的精锐，自然要避免死伤。这个世界上恨叶流溪的大有人在。我不派他们去，为何要白白牺牲自己人？一时说歇眼。叶流溪现在已经断了一只手，过去的事情他全都想起来了，若在此时歇眼的人和他有所接触，难免会出大问子。不怕，歇眼上下认识他的只有江展一人，更何况我们本就是要灭了邪眼的，现在是一石二鸟的好机会。用带蛇通知邪眼的人，就说杀了江展的叶流溪就躲在沼泽里。是。龙大小姐，在下针之前我要先给你打针麻药。不必了，直接缝。好。谢岩赶到此处大概需要多久？快的一天半天，慢的两三天。江染出事后，有些头目不大服我，想要争主位。谁杀叶流溪可是烂了头功，估计正争着抢着往这边赶呢。
回事？有人偷袭，我们的人已经分队四面查找。报告，安赫跟李靖敖袭击守卫，劫车逃跑了。而且四周正常，只有您的帐篷受到了攻击。有人趁乱拿走了，肯定是内鬼干的。封锁这个衣棚，东西一定还在这儿。是。把所有人都叫过来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搜。赵叔，怎么？就算挖地，
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担心的高升，对吧？你也会常常想起阿赫吧？是啊，相信西西。龙之现在拿高升当人质，只要西姐活着，高升就会活着。赵关说拿到溶血，苏也会帮忙的。那个时候估计他也不会为难阿赫，西姐回来能把阿赫带上就好。东哥的心情还有九个月期限，西姐现在恢复了记忆，他一定有办法脱险，到时候再让龙之给东哥续命。东哥一定会好起来。嗯，您背部的伤虽然比较严重，但是没有伤及器官，所以呢，休息半个月就能够痊愈。然后您身体的各项指标检查结果都很正常，您可以出院了。啊，医生，不会吧？他之前差点就没命了，这正常吗？啊，你是说心脏吧？这是他的心脏增强 CT， 从片子上看，也并没有什么问题。患者现在呢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，但我们发现啊，有某种原因，好像正在影响着患者心脏的正常工作。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患者的心脏仿佛正在逐渐失去动力，就好像即将进入冬眠的动物一样。冬眠？对。病人后续呢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律缓慢，甚至危及生命，但是我们也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。是否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发生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也会申请省城的专家会诊。后续有什么新的情况，随时保持联系。那好吧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哎，奇怪，冬眠，可能时间到了吧。你们俩怎么都不接电话呀？咋了？我回去跟干爹讲了西姐跟玉门的事儿，结果他派人查了一轮，找到这段录像，看。
下隐藏的魔鬼。生间为爱与错为百转千